哎，怎么我一来你就走啊？先坐下，待会儿我们一块儿走。你怎么到哪儿都忘不了这个呀？油炸食品对身体没好处，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。来，吃这个。 谢谢。我去帮你拿点喝的吧。好。可是呀，我哥那时候只爱一个人。谁呀？哦，已经分手了，嫌我哥没钱，帮贷款跟别人跑。 是我们总公司最有利润的一次了，到时候你们买车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划算。快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几个大客户。走，这位就是我要给你们介绍的爱情份。哦，是他呀。这是杨总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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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
そうか、でもさ、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这就是你带我去的好地儿啊？啊，不到了。对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，你好，是租车公司吗？对，我们今天早上租的车，我们现在车坏在路上了，不知道啊。这个路，反正旁边有一个游乐场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啊。救援的车一个小时就到。哎，勤奋，我真的，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倒霉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再跟你一起出差，我就不姓钱。还姓什么姓什么？你说什么你？哎，那是不是救援啊？别装了，真好玩。小孩吧你，原来车还能这么开呢。这风景还确实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刚才也不知道是谁说不想兜风。哎，你看那边小蛮腰，啊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另一个爱的起源，穿过茫茫的黑夜，路途难免有风雪，不会让心熄灭。用一个爱的起想走多远，记得我的诺言。不好意思啊，二位，给你们带来这么大麻烦，我代表公司向你们道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都是意外嘛。谢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